在2012年所推出的 NG Walkabout 的包款系列，我想在这边跟各位预告一个好消息，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会在春季的时间上市一个所谓 NG National Geography 全新的典藏系列包款。在这个包款是我们在台湾是在各个国家里面其中一个被选出的国家，特别推出了这个典藏系列的包款。这个典藏系列的包款，各位可以看到，一样是有国家地理摄影包包经典的图腾以外。另外这个包款它所主打的风格就是非常的时尚，非常的高档，所以我们称之为所谓的典藏系列。各位可以看到它这边背出去是非常的时尚，非常的潮流，它的金属扣环是非常有设计质感的一个设计感。那另外在环保素材的部分，一样是采取了可回收可环保，非常环保的一个环布的设计。另外在这边所使用的一个素材是麂皮的部分，所以整个把这个包款的感觉是提升了许多。所以在市面上各位可以看到 National Geography 所推出的包款绝对是与众不同，绝对是各家厂牌都没有看到所谓的一个非常时尚潮流又环保的一个包款。